三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循而射的，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之利的，去桂加白术汤主之。这个风湿啊，也属于代表之症。他这个病一开始啊，也类似伤寒无汗，他所以也冒以伤寒啊。那么到八九日的时候，这个风湿相搏这个症候啊才明显发作。这个所谓风湿啊，那么这个人呢、平时有湿啊，平时多湿，如果感冒啊，这个风湿两方面结合起来，他就得这种这个风湿症。风湿症现在说就是风湿关节炎了。那么这个病呢，它不像这个伤寒病伤那个太阳伤寒那个疼法啊，这个疼力相当的重，所以他身体疼烦啊，疼而且还烦。那么疼的那个程度啊，以至于不能自转侧。这一碰他疼了，是吧？他用自转侧的，就是拿自身的力量啊来反转身子。那么要得这个急性这种风湿关节炎的是这样的啊，他自己呀、不能够用自力来翻身，不呕，那么说明里头没有停饮；不渴啊，就说明里头没有热，这就是说是没有少阳症，没有阳明症。少阳症咱们头先讲了，它都呕啊。那么说这虽然八九日啊，它不是传半条万里而发生少阳病，所以不呕，也没有传里发生为热邪瘀里这种阳明病，所以它也不渴。这个脉呢，浮啊，虚而涩。虽然浮，这个虚和实是对待的脉，虚实。我们按这个脉啊，一点没有力量，这个脉的跳动没力量就为之虚。那么应手有力呢，就为之实。虚者就是虚啊，主虚。涩，涩就是。滑的一个对待，咱们脉呀有涩有滑，这个涩呀就直下赶咬这个脉内呀，这个血行不流利为之涩。那么如果我们问这个脉，那里头真像有血啊，上下流动挺华丽的，就为之滑。那么这个涩啊，是属于这个血少啊。那么又虚血又少，这个脉这样子虽然是表症，是陷于阴虚症啊，就是阴症的虚症。所以他不能只是用桂枝汤，他用桂枝附子汤。这桂枝附子汤啊，就是我们头前讲那个桂枝去芍药汤加附子。那么附子这个药，咱们讲过啊，它起亢奋作用，咱们后世说它回阳啊，它也不把只是回阳。凡是机能沉衰啊，那么这个附子这个药啊，都能够起亢奋作用，恢复机能，这是一。第二点，这个附子这个药啊，它是个温热药，那么它去寒湿。所以你看那个《本草》上就有了，它是去结脾啊，去脾就是疼啊，治这个风湿拘挛啊，就是不得屈伸。这个附子有这个作用，所以我们治这种风湿痛啊，大概不用附子的机会很少。那么也有这个阳性症的就不用它了。
但是阴性症状是一定要用的，就是桂枝、杞菊、芍药加附子。那么这个方子里桂枝、附子都加重，这桂枝药也通利关节呀、啊咱们这个表证的身疼痛也就是有桂枝作用，那么这关节疼呢，当然还是以桂枝汤为主的啊。由于阴虚症啊，它去这个寒性的芍药加上这个附子以治这个关节疼。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如果这个人由于小便之力丧失津液，他脉浮虚，这个也是血虚，津液也虚，那么大便阴硬，这个大便硬不是实症，不是咱们说成疾症啊，不大便，他这个纯粹由丧失津液而来的小便利。这个仲景这个书啊，小便自利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小便频数啊，小便失禁这类的意义。那么由于小便频数而造成的大便硬，这个不能发汗，不能用桂枝汤，所以他用上边这个方子去桂加白术汤主治啊，加上一味白术。那么这个地方啊，有一些这个令人学的呀、啊、就很奇怪了，津液虚为什么还利尿呢？他这个竹苓这种药就是白竹茯苓，咱们现在用都是苍竹了，古人这个竹是不分的啊。就这个竹和这个茯苓这个药啊，它既能治小便不利，同时也能治小便利，频数小便自利它也治啊。尤其老年人呢，如果这个膀胱失收，那么小便频数老年很多，我们用这个附子配合这个灵符这种药就行，像这个真骨汤啊都很好使的。像金匮肾气丸呢也是这个。他这忧郁啊，他这个机能沉衰，那么这个膀胱这种括腰筋呢松弛，它收摄不了这个水，所以有点水就便。那么由于这个小便频数影响到大便硬，这个时候不能发汗。这个在《金匮要略》有这么一段啊，所以小便硕啊，大便得泄，皆不可发汗。他这个丧失津液，这个发汗这个药啊，就是损失的津液。所以遇到小便硕，这也是一个我们头前不讲这个发汗的禁忌嘛，这也是发汗禁忌之一。他由于小便亡食大这个津液亡食而造成的大便硬，你非要治这个小便不可。那么这个药呢？他用这个附子竹使至小便恢复正常而不自利，大便也就不硬了。同时这个附子竹这两药配合起来，它是祛湿解痹的这后头的方剂上也有，你们看一看啊。那么这个桂枝附子汤啊，就是桂枝、附子、生姜、大枣、甘草的五味药，这个就是桂枝取芍药加附子。本来这个方子没有另立一个方名的必要咱们头前讲过了，桂枝取芍药加附子。那么古人说这个用药严厉很，那么这个方子你看看这个分量不一样了，桂枝各四两这个附子各三枚，那才一枚那么由于它是治这个痹痛它这个附子桂枝需重用，它这个
所以这个他这个方名啊也变，就是这药量不同啊，说主治就不一样。那么这个符纸在这里边它就是除湿解脾啊，解痹解疼。桂枝去白术汤，他就上的那个方子把桂枝去了，那么其他的呢都一样，他另加一味白术啊，加四两。我们看看那个桂枝加白术汤后头这个方后的鱼，它的右五味一水六神，足取二神，去杂分为三术。初一术，其人身如痹，就是麻痹那个痹。半日许服服子，三服堵尽，这就一天不得啊，把这个三服药都吃了。古人是一天一回就煮三服药。其人如冒状，这个人呢感觉头沉，冒就是头如服务为之冒，勿怪，这个人不要害怕。虽以服子足，并走脾内注水气，未得出，故死心。这就由于这个附子珠这两味药啊，是病走脾内，它在这个体表这个脾内呀、注水气，这个水气没出啊，它攻冲头脑，它干扰这个头脑啊，是这么个缘故。那么这个水气一出呢，就没有这个情形了。法当加桂四两，他的这个方子依法应该加桂，用这个风湿它是就是表嘛，在表嘛。此本一方二方，那么这个去桂它根据这个病情不同的啊，这个就是一个方子两个方法。以大便硬小便之力去桂，为什么去桂呢？就由于大便硬小便之力，这个不得发汗，这个桂子不但发汗，它也利小便，它是气上冲嘛，咱们说多少次了啊？你看利小便的药都有桂子，没桂子的很少，五苓散啊、苓桂猪肝汤啊、苓桂姜肝汤啊都很多，是吧？它桂子治气上冲，凡是气上冲啊都诱导小这个水往上，它不往下走，所以那个利小便的药啊，用桂枝啊，它只是往下走，所以桂枝主要是气上冲嘛。那么本来小便就自利，这个就是下针不紧，你再不气再往下针就不对了啊。所以桂枝必去，这是在这个治伤气上冲利小便，这是一二样，它有解表，不能再发汗。所以把这个桂枝啊去掉了，那么主要的它是要一方面祛湿解脾，一方面治这个小便自利而恢复大便硬啊。所以这个意义零零学的话呀，一看哎呀，大便本来就硬，白利小便，大便不更硬了嘛？这个白术不是寡利小便，它能够治小便自利，就像咱们用那个。酸枣仁也治失眠，也治睡不醒，是吧？觉睡没完没了的，所以也治失眠。他总是在这一个神经症方面发生障碍，所以这个枣仁啊，那古人说是生的治失眠。这个熟的治失眠不是那个事儿，你们临床用一用是吧？我用过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生枣仁也治失眠，同时也治失眠，只是这个病人由于虚而造成的，用那方子都可以的。那么这个竹和茯苓这个利尿药也是一样的，看你配伍的关系，你要配伍桂枝它是利尿，你要配个附子它也利尿，但是它由于机能的沉衰影响到小便自利，它也能治小便利。所以这个地方
不是这一个药的作用啊，你光看这一面来临床上还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与附子配伍，你看那个肾气丸在《金匮要》里就有。所以这个女人呢，有转包啊，这个转包呢就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包系疗力嘛，他这个就是这个输尿管啊。往膀胱去这个输尿管，它有折叠扭转的情形。折叠扭转怎么个意思？咱们现在这个西医常说这个肾下垂，那个也属于肾下垂那一种。它肾下垂的这个输尿管啊，它让这个往下这个压力啊，使它扭转，再不折叠。这个尿由肾脏往那个膀胱里头去呀，受了障碍。那么这病人他是小便不利啊，所以用八味肾气丸呢，他也能够治，他就有附子的作用。同时那里头净全方药啊，像山萸肉啊，那个胜利什么也是，他能够恢复这个紧张力，使这个下垂的这个脏器呀，恢复他这个正常的这个位置上来，所以这输尿管他又直了，又直了，小便就出来了。这个可得在，所以中医这个辨证啊，他必须要辨这个寒热虚湿，真正虚症的小便不利用得行。要如果不是虚症，有害无益。所以咱们不能说拿哪一个方剂利小便，哪像这个哪一个方剂啊治小便自利。你遇到临床就用也不行的啊，总是你要分清楚它是虚是实。那么这个与脉与症都有关系，说它这个脉浮虚而摄，它是一个阴症与虚症这么一种症候啊，所以这个脉有时候还是要知道的。这是这一段啊，这是风湿相搏这类的病，这在临床也常找物质。不过我们用的时候呢，这个方剂我有变化，桂枝汤治这种病是非常好的。那么我就把这两个方子混合起来用，一般是用就是用整个桂枝汤就行、不是这么样子虚衰，桂枝汤整个用也可以的。然后加猪肤，这里面可以试验，这个治一般的这个关节炎呢相当好使。所以我是经常这么用，就是桂枝汤原方加附子汤煮。那么他这个说是这个其人如帽状啊，这个附子这个药有个反应，要大量用啊，它是宣帽，不但帽而且还晕，甚至像喝醉酒还要吐，这都是用过量了。那么我们用这个药开始在临床了，这个附子不要大量的，逐渐增加没事啊。那么开始你要用个三四钱四五钱的都没问题的。总而言之逐渐完成真好。这个附子中毒啊，那得用到几两。大概我在这个是七年吧，这附子碱就可以药水了。少用没什么关系的。这个桂枝也可以加点，疼的厉害呀，也可以搁四两，用桂枝汤原方加附子粥。这个在一般的像这个风湿啊、类风湿都有用的机会。那么以至于骨刺这类的病啊，咱们就说是这个骨质增生啊，像这个无论是脊椎、颈椎，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它如果是偏侧痛啊，尤其骨质增生这个有亚太神经呢，它不是整个的啊，哪一方面它着重了啊，那一方面的它就疼得厉害。那么这个要加大黄，这是我们后来要学了。
这个大恒夫子细云坛的字一彻通，那么这种对古人通过临床这种结论呢，是每每它是有效的。但那这种骨质增生呢，就是这类的病呢，都是一侧通的多。加大黄不要加太多，加我们一般用加六颗就可以，顶多加十颗，这个很好使啊。这个骨刺我也治多了，就是这个骨质增生这类，就是用这个桂枝汤加猪符加大黄。当然是这个痹症也不是只是这个方子了，咱们今天讲这个方子我说，但理论不多。我记得有一时候我们开会啊，拿出来这个桂枝汤加猪符啊，做一个定方是这个关节上，使唤一阵出来的，大家还都说挺好使。175，风湿相搏，骨解疼烦，彻痛不得屈伸，禁止则痛聚，汗出短迹，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医，贺身为主者，感到腹泻疼痛。这个比上边这个疼还厉害了。骨解疼烦啊，跟上面是一样，它彻痛不得屈伸。这个彻痛啊，就是一种牵引痛。这个疼的较比剧烈，而不得屈伸，不是不止于不得不能翻侧了，甚至于这个四肢啊的屈伸都不能。那么他直着一弯腿疼，弯也弯不得，是吧？又弯着直他也疼，那也直也直不得，是这不得屈，同时不得伸。禁止者疼惧，这个人呢挨近他都害怕，疼的就特别厉害，所以这个疼有具敏感性啊。汗出短气啊，就是自汗出啊，这个短气呢它里边也有停饮，你里边停饮它就压在胃里的短气，这个在金钟要料理说的就是心下有停水呀，那么裂开了心悸，轻者微者短气，这个短气都是胃有水，小便不利，它这个胃水就有小便不利，水不下行啊，不但外边有湿，这个胃也有停饮，所以这肥用胃是不可啊，就是水它气冲的裂开往上。所以这个水呀、也不往下走，恶风不欲去，怕风的厉害，甚至于不愿意去医。咱们头先讲了，这个不欲去医啊，本来它是不欲去医，虽然外头有热，这说的啊，寒在骨啊。寒在骨内，冷水液，头前有这个开始，这什么？这就是个阴虚症，就是阴症，这是恶寒的烈。那么这咱们说的是属于少林经这一类的。虽然有表症，他也用桂枝甘草，但是由于这样的恶寒恶风，所以他加附子，甘草附子汤汁。甘草附子汤主佐就是桂枝甘草加猪符，桂枝汤加猪符，桂枝甘草加猪符，桂枝去芍药加猪符，就是我们在治的关节痛啊，也是常用。那么疼的厉害，气冲的明显，用这个。这桂枝甘草汤咱们头前也讲过了，它也解表。又四味以水六升，出取三升，去杂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遮血，所以它有桂枝，它是要发点汗的。能使汗止浮烦者，将服五合。这个能使
这个也不那么出汗了，太烦，那么你再给他吃五合，孔一生多着一服六七合为十。开始的时候啊，用一生啊，这个药太重是吧？你可以吃个六七合，开始的时候这么吃，逐渐增加。这个方子最也比较常用。如果我们遇到这个风湿，它气冲的厉害，小便不利，用这个方子较为好。那么这上边的三段呢，都讲的这个啊风湿类的病，所以古人叫风湿相搏啊。那么又有这个外感，同时又有湿痹，这古人观这个病可以取个病名啊，叫风湿相搏症。176，伤寒脉浮滑，湿以标有热，里有寒脉不畅，这段很成问题的了。伤寒脉浮滑，这个浮诸表热，滑诸里热，如果太阳伤寒的这个形状这类的病，耳脉浮滑，这表里俱热，那么可以用白虎汤。但是这个症候呢，绝不是表有热里有寒，里有寒怎么能用白虎汤呢？那么这个住家呢，这个说法不一，也有说是表有寒里有热，这个也不对，表也没有寒，有寒也不能用石膏，是吧？而且你这个脉也不对头，这个寒呢大概都指的邪说的，表有邪里有热。那么中人这一段成问题的，你看看后头这个他这个方后的说明就看出来了。陈一等颈按前篇云，热解在里，表里俱热的白虎汤。前几段咱们讲白虎加人参汤症有这些话，说这白虎汤症啊，热解在里，表里俱热，用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主治，他这个本身他为了解释这一段呢，他没说白虎加人参，其实那是白虎加人参，您的头前那个劲儿。又云其表不解，不可以白虎汤。此云脉浮滑，表有热，里有寒者，必表里治差矣。这是林毅他们的一种爱语。他说这一定啊，是表寒里热啊。这个总是这个表里这个字儿的弄串了，应该这个表有寒里有热，这是林毅他们看的。又阳明医正云，在阳明篇里头有这么一条，说是伤寒脉浮实，表热里寒湿地方组织，如果是表有热里有寒，绝不能用石膏白石膏剂白虎汤啊，应该用顺逆汤。它有这么一节，有这一节证明你这个绝不是表有热里有寒了，他是这么看。他说的这个钱金义说白同堂主子啊，他说这不对，这是林毅说的不对。那么这一段呢，他与白同堂就是与他举这个阳明病这一节啊，他是互有错是交互有错误。他这个白同堂那个，他是脉应该浮实，浮实代表实是里寒啊。那么他说表不了里寒，那个对呀，用四逆汤不如用白同堂。可能是白同汤啊，这白同那个药啊，它是葱白、干姜、附子，我们后来要学的啊。这个葱白配合干姜、附子，干姜、附子它是温里，葱白呢它是解表的，它的既能够治表邪，也能治里寒。那么四逆汤呢，只是温里不能解表，所以它这个
啊，所以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么这一段呢，脉冲华肯定是白虎堂的正，这个脉这是对的，但是这个正啊没有明白，依我看就是表里虚构。我们再看看他这个这后边有个啊，这个66，你们看这个书上后边这个，他的前经无始语，一为御寒经之物。这个林毅呀、啊，他举这个，他说这前经义这么说的不对，这是在这个御寒经是这样的，御寒经是这么样子说的。他说这一段呢，啊，这个他说应该是白通堂。我看看哪一块有64，你们看看那个64这个注解，御寒经此条云：伤寒脉出华，而表热里寒者，白通堂主之。旧云白通堂，亦云白虎者，同非。这个亦云，这个这是王府河的注。御寒经这一条啊，他说这脉出华，表热里寒者应该用白通堂主之，但是这个呢也是错的。我们看这个白通堂这个脉不应该生化啊，就是应该属实了，是吧？那么白虎堂脉生化呢，又不应该有表热里寒，这个正不对，所以这个它是前后串。据我看这是前后串。赤泥堂那一条，就是我们后头讲阳明篇啊，它应该是白通堂，那个是脉浮实表热里寒者，白通堂不治。那么这一条的脉浮华，它应该是表里俱肉。他把这两段呢，这个书中哦，这1700年了，这个互相传抄，它是有错误。他把这两段的弄串。白虎堂与白通堂啊，弄了两个哪一个都不对，所以白虎堂这个啊，表热里寒那是不对，那个白通堂就是那个赤泥堂那个也不对，甚至于在白通堂，我们在少阴病讲题就讲了，少阴病下利与白通堂那句也错了，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以后我们再详细讨论讲到这个白通堂的时候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要这么样的体会，就是表里虚热，所以脉浮而又滑，浮是表热，滑是里热嘛。你看看这白虎堂它不渴啊，这一段也没说渴，它要渴了就要下人参。177，伤寒脉解带，心动悸，自然找到主治。这个解带脉呀、啊，不一定要用这个自然找到，但是心动悸，血不足以养心，这心动悸。真正的由于这个虚，咱们现在说由于阴虚了啊，那个可以用自然找到。我们有一些这个解带脉呀、啊，那么头前讲了一个地藏汤。脉沉解，沉之中见解，就是脉挺沉，有时候挺一些的，那是解脉，那个可以用地藏汤。所以这个实证里头有很多是淤血症，反倒用下剂，可是你那个的心不动剂，如果心动剂相当厉害，不管动悸这里头有点惊恐的意思，那么在御寒经就是惊悸，它不是写的动悸，那么这个自然朝堂是有作用的。那么做自然朝堂的药呢，这么来分析的，它主要它是用桂枝糖气芍药，你看这里头有桂枝生姜大枣甘草，是吧？这不是桂枝糖气芍药吗？另加一些滋阴的药，阿胶麦门冬麻仁地黄等滋阴的药，
那么同时呢，他加生间，那再加生间，加人身，加人身这个就是健胃。所以这个生血生津液，胃要是坏了是不行的。而且这个方名呢，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他这个生地啊，用一斤。慢门东堂用半升，这都够大分量了。他不说生地慢门东堂，他说个炙甘草汤。人炙甘草汤不过才四两呢，为什么呢？他肝能养脾，他古人呢，炙甘药都是健胃，现在说都是健胃啊。那么主要这个方剂啊，你看看用这个滋阴的药，也都是肝药，尤其麦门冬啊，麦门冬呢，你看那个他那个解释上，他也是健胃啊，去厥伤嘛，他也是个强壮，也有健胃作用，他不是肝寒的。那竹叶石膏汤人不能吃，他也搁麦门冬入选。主要的这个方剂啊，它是。健气胃气为本的，他由于这个阴分太虚了，当然他也搁滋阴药，但这个主要呢，他搁桂枝干什么？他外调阴胃啊，内滋阴液，然后健气胃气，这是一种这个治这个血虚脉结的一种正法啊，你不像胃水气，所以我们。遇到这个血虚津液虚，就大滋阴把胃给弄坏了，那是没好的，那个它是恢复不了的。所以这个炙甘草汤啊，后头给起个浮脉汤就错了。真正脉要是绝，那胃子没有了脉是吧？那只能用这个。通脉顺逆这种法子，这个脉这个药它服不了脉，这就是过严格，这都是前金搞的。那后来又出了一个浮脉汤的，还不那个更什么了。那么这个它是治解带，治解带呀，当然也是脉出了一种这个间歇嘛，它服间歇可以，它不是脉没有了它能出脉的。所以大家对这个方剂啊，真正的要到这个心脏衰竭机能肾衰了，这个寒性药是一点用不得啊。那个我们后头讲这个通脉顺逆汤，就是那只能够救胃，所谓救胃扶阳的，这个胃气保住一分，这个人呢生命可以挽回一分。要如果这个胃气全完了，那就是好不了了。所以那他必配个四肢厥冷，他这个四肢厥冷呢，就这个血液达不到四末，那个基础上在胃啊，这个胃是水谷之海了，这胃一点消化作用没有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吃这个药不行了啊，这个药一点寒性药也不能用。178，脉按着来缓，随体扶来者病越轻。这个就解释这个结脉、结阴、带阴这几种脉。他说这结呀，就是脉来的缓，这个缓不是慢。一般都会解释这个脉来迟，不是迟，说迟容易止，未止结。说中一直未知处是错了，这个脉按着摁这个脉呀、没力气，缓，就怎么头前说的太阳中风那个脉弱啊，它不是它这个脉绷的不那么紧，而且这个脉道呢就是迟着，这位置缓脉，时一直出来，有时候可以直，马上就来。非为的解，所以古人管那个解脉呀、他起的名字方相当的好，解者如绳子有解，你绳子哪面你绑个疙瘩，可是虽然有疙瘩，
可是前后有联系的，所以有个哥的过去还是一个生长，所以他就是子而就来，这就是解脉，解脉这是没问题的，因正常人也可以有的，不管快慢，说中一子也有解，又脉来动而中子，脉来它不是缓了，它动，摇动啊，就算说动脉了，跳动啊，摇摆这里的动脉，脉来呀，它来手里它这个脉不平静啊，跳动回头这个脉摆摆的，摇摇摆摆的，中止。它不是失意子而出来了，中止，中间没了。然后更来可是来，那这里能来得快一阵，小说这个脉又是微小细小的小，而且也快，这个脉最坏了，就是极不整的脉，来你摸这个脉的时候它是有跳动的情形，然后没了，再来呢非常的小，来的时候这个脉奇数无度快，总有患者三种，也不是整个是中止，也有时候停一下他也来，可是来了那样还是那个动啊，还是那个摇摇摆摆，所以一人快一人慢，这个慢或者是一时摇摆一时不摇摆，这个坏得很，所以它名曰结阴也啊，这叫结阴，这个在一般的这个脉书里头没不提的，这个注解里特别提。那么这种脉叫什么呢？咱们就说那个入虾油入鱼入鱼药啊，这个虾到时候是一举一灵，这个鱼到时候一跳入，它这个脉就这样，这是死脉啊，咱们后头说怪脉，所以它叫结阴，就是赘虚了。脉来动而中止，这跟上面一样没了，不能治患，它是永远也不是啊，没了就来，不能够治患，因而浮动比较长的时间这个脉在动，在动啊，它古人管的叫它的代理，道理就这样，就是这个脉没有了，就像另一个脉来代理它来了，所以它叫做代脉，名曰代阴，这个代脉也是极不好的脉。那我们现在这个体会在临床这个失意子就来，这是解；那么中止良久而再来，这就是代。如果脉来的在快慢不均啊，这个脉型啊也是跳动无已，这是怪脉啊，那就是他说的这个结阴啊，或者带阴的这个脉。那么只是解带脉，解脉比较轻了啊，带脉时间长了是小体重，所以得这个病，尤其久病，那留这个脉是不好。那么到这样，我们把这个太阴讲。讲完了，你们回头看一看，咱们做个总结啊。这个《仲景》这个书啊，它在这个头一章，就是《太阳病篇》，它这个笔墨费用相当的多呀。这个全书面积是112方，咱们讲过这个方法74个。我数一数，可见在全书一半还多了呢，是吧？112嘛，这就占了74。那么这个书，他对这个太阳病，他怎么说的？现在我们根据这个书上，咱们来聊聊谈一谈。我们看看这个题目啊，
他是变态炎病脉症病记。由这个题目我就看出来，古人呢对这个疾病的啊，回的是变，回的是治，都根据脉和症。这个脉，这个症是症状的症啊，不是咱们说辩证那个症。根据脉形象，或者或全身的症状而来辨证此字，根据他这个题目的含义嘛，看出这些。那么太阳病，它是怎么一个症候，怎么一个脉象呢？所以他开始就说了，太阳之为病，脉浮，头向上而无汗。那么太阳病呢，它这个脉是浮的，同时呢有头项强痛而怕冷这一系列的症候，就叫做太阳病。所以也有给大家的这个注解呀，有说它是太阳病的提纲的。提纲这个意思就是凡是太阳病啊，它提纲写领嘛，提纲写领上来说它是脉浮头项强痛而无汗的啊，根据这个提纲的意义。那么也就是我们辨证的一个征候，可以说太阳病的特征。那么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怎么来认识太阳病呢？这个病要有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我们就可以确断的是太阳病。就是在这个开始这一段他就是说这个太阳病的这个形象啊，中医只是这么来看病啊，什么道理我们讲完了再解释，根据这个书上咱们现在这么说。那么这太阳病再有两个类型，是大概原因有两个大的类型，一个是太阳病，这个太阳病就概括了上面我们说那个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了啊，所以这里的太阳病另外要有啊脉缓，它这个脉缓呢它就有那个脉浮了，脉浮缓了，发热汗出恶风脉缓着，这是个中风的症例啊，这么一种症候。说到太阳病有两大类型，一个啊就是中风，中风这边认识的也离不开脉和症候，就是发热汗出恶风脉缓。那么太阳病那个症候具备再有这个情形，这就叫做太阳病。那么另一个呢就是太阳伤寒，太阳伤寒与中风不一样，中风一开水就发热，这个伤寒呢它也必发热，但是不是开始就一定就发热，所以他说叫何宜发热，何未发热必无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说这个类型啊叫做太阳伤寒。两个大类型太阳病有这么两个类型，我们在这点临床上我们都是经常有遇到的。那么这个他说还有一种病，你不要拿它当成太阳病，就是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所以这个太阳病必须要恶寒。这种温病者就是表里俱热，这个你千万不要当太阳病来治疗嘞，
所以他几期接着他说文明不啊，发汗后他就变为风本了。理虽热他不实啊，你下个也不行，用国公更不行啊，不仁自此拉倒。他这主要他不是讲治文病，那个他讲就搁到阳明病里头了。那么来热在太他讲的是太阳病啊，所以他是特别提出来两个类型。所以文病现在叫做病，跟太阳病是同等对待的。它不像中风伤寒，中风伤寒就不叫病。所以太阳中风，太阳伤寒。这个文病呢，形似太阳病，而不是太阳病，所以叫文病，与太阳同等的对待。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文病在看着像表症，其实它不是纯表症。那么另外，他说这个太阳病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病子初作，一般的热性病的初作大概都是发生太阳病。就是开始的有三寒一日太阳受作，是吧？那么病子初作是这个表症，就是表症。可是表症不管是太阳病哦，还有一种少阴病。所以它有那么一节，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太阳病就发热恶寒啊，无热恶寒的发于阴。那么咱们在临床也是遇到这么一个无热而恶寒这种表症，那是少阴。那么他也讲的是太阳病的少阴病，他就是你解释一下就了解。那个少阴病，讲起我们讲少阴病时候再说喽。可在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表症里头有阴阳两种啊。阳病者就是太阳病，阴性病者就是少阴病。那么这是明明白白来，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呀、啊，就是太阳病就是表阳症，又是表症又是阳症，是不是？这不是很清楚了吗？是吧？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太阳病的这个发作呀，它是病的起始，这个病啊，它要转变的。所以他也说，这个太阳病，尤其我们前后看，在四五天、五六天的时候，常常有表传半表半里而发生少阳病。咱们讲的柴胡信全是。你看看这个书都是四五日五六日啊，像一般也有特殊的，四个天他得转少阳病也有，两三天又转少阳病也有，但是以最常见在四五天五六天。那么在这个他不但传半表半里，也时常直接传里，那都在六七天七八天的时候啊，这也是一般，他有表支穿里而发生阳明病。这他说明什么问题呢？说这个太阳病他是他往有表往里穿，就是表里相穿的啊，他回着穿半表半里，回着穿里，这与内经这个六经就不一样了。他的书可以引的那些话很少啊，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太阳病咱们讲完了，总结你看他意思还是这样。我们看到有少阳病啊，传阳病，没见到阳明病传少阳，他的书他有那小柴胡汤不是粗柴胡汤咳着是属阳明也啊，这专属阳明，他用少阳病可以专属阳明，在阳明他没有专属少阳，在这个太阳篇里头也没有。那么他是表里相传啊，太阳病有表
可以传里，也可以传半表半里，就是咱们讲这个太阳病，这都根据他这个书啊。那么他还说什么呢？说这个病啊，有病病。什么叫做病病啊？就是太阳病传里，违者传半表半里。太阳病没完，那个里和半表半里病发生了，这两个病啊，就是先得这个病，病于后边这个病同时发病，这叫做病病。太阳病未罢，所以这书已经是了。那么他发病，这叫做病病，这也是这个太阳病给提出来的。太阳少阳病病，太阳阳明病病啊。那么其他也有病病，少阳阳明也病病是吧？这有少阳传阳明。那么三阴病有没有？也有，咱没讲三阴，先不谈三阴。那么在这里头啊，还有一种合并，也在太阳篇里讲了，说到太阳阳明合并，太阳少阳合并，太阳少阳阳明合并，三阳合并，就是啊，这个合并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病的发作，又有太阳病症，又有阳明病症。就叫做太阳阳明合并，这个同时法则，一开始得病就这样。这个不像我们那个病传那个病病，那个是先发这个啊，后发是那个，但是这个也没完，那个发作病病合并的同时，一开始来病就这样。这个我们在临床也很多。这叫做合并，昨天这个书上说的。那么这个我们讲这个都叫形象讲的，形象变化，太阳病的形象和太阳病的变化，就是上边说这些。这另外呢，他讲治疗，治疗它也是一个，就是咱们说辨证施治。当然就先辨太阳病。我们在临床遇到这个外部太阳腔道不寒，根据这一种的脉和症，我们就辨它是太阳病。它的书的意思就是了，太阳病了你还辨什么？还得辨它是中风型啊，或者是伤寒型，也跟着脉症啊。那么这里面呢，他常提到寒热虚实啊，那么可见在这个太阳病的基础上，他还要咱们太阳中风啊，开始就用桂枝汤嘛，用桂枝汤的这类发寒法。那么要是无汗那个伤寒型，他就要用麻黄汤的发汗。但是桂枝汤啊，所用那个所说的这个中风型啊，无论是中风型或者是伤寒型，这个症候还是千差万别，那不是老那样的。怎么办呢？还得因症而施，他这个就是具体的事实具体分析。所以桂枝汤里头有很多加减方，麻黄汤里头也有很多的加减方。那么他还是根据这个寒热虚实往下变，变到什么为止呢？就这个方药恰好相适应了。比如说吧，我说太阳中风啊，这里的病它是用桂枝汤。那么桂枝汤症
相背特别的强啊，相背强叔叔的还要加个分。那么如果这个太阳病脉沉迟啊，里边虚而且有寒的样子，他要加芍药、生姜、人参、辛加他，这是很多了，是吧？那么可见仲景这个辩证呢，它是由啊由大的这个方位它逐渐缩小到一个最后是方的适应症，就是咱们简单言之就是方症，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方症是辩证的一个最后一个尖端。那么你来中风一行或者伤寒一行，它恰好是中风那个那么一个形象啊，就像他这个书上说这个啊，发热汗出无声脉环，那你用桂枝汤是对的。但是他要再有出路，那你桂枝汤就应付不了了，你还有一些别的。到什么呢？就是这个方药恰好适应了。所以呢，根据他这个辨证施治啊这条东西，我们知道了。他先辨六经啊，就先辨太阳病了，然后再缩小，就是从中找意了啊，辨一个中风型或者伤寒型。那么这个太阳病啊，就这么两个类型，大概原则。然后再根据其他的一切情况再细辨到方中为止的。所以这个辨证呢，这个方证这是一个在他这个书中来看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尖端。那么在这个我们讲这个太阳篇他讲很多东西，讲一些定法。什么叫做定法呢？我们方才都说的病病合并，大概是病病我们最常见的最多了。它这个表里都有病啊，病病嘛，外边也没好，里边发生了啊。那么这种表里同时有病，如果里实应该攻，要么得心下脾应该用大黄黄连心阴汤，但是他还恶寒，表证未已，得先解表而后攻里，就是表里病病啊，而里实者虚攻，你得先解外后攻里。如果里虚寒，虚用温补，你要先救里而后救表，这是定法，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在临床遇到一个人下利清苦，他也有发烧头痛等等的，你得先治下利清苦，是吧？他这个脉当然也是大概都是一个沉微沉细这一类的脉，这个你不能先解决，虽然神疼不能先解决，这是定法。那么再有虽然有表症，但是他有柴胡症啊，有少阳病，少阳病不可发汗，甚至于他也有里症，也有少阳病，那么少阳病也不可下，这个害下俱当利尽，就只能用柴胡，要柴胡这个药比较应用方位多呀，这也是定法，这个是这个太阳篇的也有。那么还有一种在临床上常见的，这个人内有停水，小便不利，内有停水，这一类的病呢，你非利小便不可，你要不利小便就来解表不行啊，那个危害相当大，辩证相当的多，不利小便表绝不解，有的时候表与利小便同时用啊，你看咱们那个
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就是那个方子。你像小青龙汤，也是清涎流水去调补结。这个在临床也很重要，这也算一种病症。另外呢，他又提出来了，有一些这个太阳病依法当发汗，这是但是发汗有些禁忌也要知道的。他提出了七个这些大家就得记，那没有办法。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这个人咳发汗，具病咳发汗，但是有些特殊情形不能发汗，主要的是丧失血液，丧失津液那么那个津液血液特别虚，所以汪洋的不可发汗，汪洋的就是汪津液。那么表现到症状呢，像咽干口燥无论是疮痂呀、汗痂呀、王血痂呀，都不可发汗。所以这个我们的脑子里得有，要不然就出大毛病。这个都是他这个书怎么讲的，他们怎么来回头来什么谈的。那么我们这个他要研究一下，研究什么呢？那么焦裕社他说的六经是什么东西？那么仲景这个书啊，它都是一个辩证诗作，它是拿一个伤寒做个例子而来写这个辩证诗作的方法方式。那么我们研究古人书啊，得是我认为不对两注重这么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方法方式。他中医这个通过实践来的这个大概没有谁反对，用咱们这个中医发展太早啊，那个时候没有一种基础理论给我们像西医有这些基础科学的，在这个基础上而演绎出来的一种医疗制度，中医不是，那阵没科学还没发展到这个地步，是吧？只是从经验，要不咱们怎么变脉变症？他怎么不变病啊？没法变病，他限于那个时候，他也没有显微镜，也没有 X 光，你什么也看不着，肉眼看的玩意儿，他就看不着东西太多了，他没法变病，而且这个局部病变他更看不。那除非得拉开看，所以他就是势必处时得变脉变症。那么他通过实践，他得出了一些的结论。像我们讲这个都是得出的结论的。太阳病，脉不通畅，强喘而不寒。脉不通畅，强喘而不寒就是太阳病。你遇到这个当太阳病看，没有错的。这是通过结论，他这通过临床的，他做了一个终点，这是客观存在。多人也是这样，古时候太阳病脉不通畅，强喘而不寒，现在太阳病也不例外，也是脉不通畅，强喘而不寒，再以后也不会变，它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嘛？这是个自然科学，自然科学里头它有自然规律。他古人的通过实践呢，他就掌握，他就是这种规律就是掌握不来。可是他对这个规律怎么样来认识，这成个问题的。他那时候限于科学水平，他没法说肝有病，这是真正是肝炎呢，什么病菌造成的，什么病毒造成的，他不会的，他说不出来这个东西。那么他也要说，你可知道咱们说这个六经它搁到这个
啊，经络的名称就这个道理。你像咱们说这个中风伤寒，在古人呢真认为这个，所以人伤于寒，则为热病啊。连这个伤寒，在古人也这么看的，错误，这是个错误啊。所以现在咱们不能这么样。因为西医你说是这个伤寒杆菌呢，那人家能给你找上这个实际的东西给你看，你不信还行吗？所以咱们说那个冬伤于寒啊，这个就成问题的，是吧？那么我们这个六经也是，所以这个认识的这个问题啊，古人的认识有些是我们应该废弃，应该扬弃。现在咱们都是古人怎么说怎么懂怎么来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一时能改变的。不过我们根据他这个书，人家太阳这明明是表阳症，那么表阳症表症阳症啊，同时他也分析寒热虚实，这里头八纲俱备，表里他也常提呀，表里阴阳寒热虚实都有了。那么可见重点的时候就是八纲辩证。那么怎么搞这个六经呢？所以今天在这个我们聊聊过这个东西啊，谈一谈。不过这个东西太多，我今天简单的说一说。那么开始对于八纲我们得有一个认识。大家都说八纲，可这八纲呢并不那么简单认识。我们一方面结合临床啊，一方面结合他这个书，我们聊聊谈一谈。说说这个八纲呢，本来就是九个，因为他这个书也是表里半表半里，所以他哥哥是啊，三阴三阳篇嘛，三阳三阴篇。它的阳性病啊，表里半表半里都有；阴性病呢也都有。就我们刚才讲那个太阳病，它在表证有两种，一个阴一个阳。发热恶寒者就是阳，无热恶寒者就是阴。这个书说的很，也很清楚。那么可见它就是一个八纲，所以我们现在先要把这八纲说清楚。那么它实质呢，表里应该有个半表半里，它这个它古人说表里呀，它就把这半表半里概括里头了，就是直气两端那个当间，那自然就在内了，是吧？那么什么叫做表呢？这表它是一个人体的部位，就是体表，这个表就是人这个躯壳，就是由皮肤肌肉筋骨组成的这个躯壳，这是在人体上的最在外的，是吧？这体表的表。那么这个病邪反映到这个部位就叫做表症，所以身体当中就是表症。你像我们刚才说的风湿病，就是都是这身体疼啊，所以它也属表，它脉也属啊。那么这个里呢，它就指的这个胃肠这个消化道，这是在人身上是几里之里了，因为上至食道、胃、小肠、大肠、肛门出去，是吧？这个就叫做里。这个里，我们要不认这个，把这个总剖开，那是最里头的。所以古人说这个里呀、全是这个书上也是，专门阳明篇、这个太阳篇也提过，是胃部和胃就是胃里面不合呀，胃中不合。就这个就是里，
如果这个病邪它反映到这胃肠里面的这种症候，那就叫做里症。这个半表半里呢，它就是表之内里之外啊。那我们现在说就是胸脾相间了，这么一大块地方。那么这个空间呢，里头可是很多脏腑啊，像咱们这一切的脏器吧，除了脑子啊，都来这个胸脾相间的。所以病邪反映到这一个部位就叫半表半里症。你要说，胸胁苦满的，尤其这个咱们讲这个柴胡症，那胸胁苦满，它就是在这个胸脯腔间里头的角度啊，陷入这个胸胁地方发胀满啊，所以它叫做半表半。那么这个表里半表半里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疾病反映的病位。病的位置是吧，这个位置不像西医说这个病的位置，那个说你啊，这个病变在哪个位置。中医他讲症，咱们讲的这个症候啊，他这个症候的反映的病位，这个不是疾病所在的病位。他中医也叫表症，也叫病代表啊，这是这么一个一种这个术语吧。但是他说那邪代表并不是那个病呢，就来代表的。对。所以这个外科咱们研究这个外科就知道，这疮生在外边它也发生里症。它大便干燥它要用泻药，它的这里症其实这个病是在外边。那么我们说这个病位就是这样，它病在里，它也有表症。所以从这个疾病的反应上来看，那么这个病位啊是固定的，也就是说疾病万变，它反映到人体上不出这三个病位，不在表就在里，特别在半表半里。有的时候表里像我们说病既有表又有里，合并也是的，同时的发作两个三个，但是不出这个方位，不出这个表里半表半里的三个方位，要出方位的中医没门了，他不出这方位，这也是古人的经久的临床啊，他做的结果，这也很不容易。那么另外呢，咱们和他这个三阳篇三阴篇，这个阴阳也得把它搞清楚。这个阴阳啊，它是就这个病的这个病情上说，我就是病之性啊，阴就是阴性，阳就是阳性。什么叫做阴性？那么这个病发作起来，这在人的机能上的一种反应。这个人体机能啊，它是要起改变的，当然尤其咱们这个代谢机能首先要改变，这是根据西医也这么看。这个改变呢，它只有两个途径，它不是太过了，就是不及，就这么两种。因为咱们在临床那天也是，你看咱们脉也是，它不是快的，不是慢的，不是大的，就是小的啊。你看我们才来说那个滑色呀、虚实，全就这样。你看我们量血压表也是，病人有病，咱们给量血压，看你血压高啊，你可是血压低呀、也不高不低，你没病，你血压这方面做高了。那么快慢也是。现在西医也敲脉啊，敲脉他看重点，他也就看快慢了啊。所以这个疾病一发生，影响机能改变，这种改变呢，不是太过就不及，
如果太过，你的身上症候反应都太过。不急呢，你这个身上这个症候的反应也多不急。这个太过哪一方面？比如说亢奋啊，比如发烧啊，兴奋啊，这个病呢发阳，这一类的情形，这古人叫做阳性病。反过来呢，它先抑制的一些事冷啊啊，衰生啊，脉也微呀、啊，也细呀、啊，这一系列的事都发现，这叫做阴性病。这个阴阳又是怎么样？一个它是一个发阳的啊，一个它是抑制的，一个是亢奋的，一个是消沉的。所以咱们那个少林命上讲就得了，他脉微细在于内，人家就消沉了，他就是一困顿啊，而且脉也比较微细，跟太阳病也不是了啊。他就这么两种，所以这个疾病万变呢，不外乎这么两大类，他不是阴就是阳，你不是亢进就是不急，反正就这么两种。也不亢进也不无疾，这就常人没病，这就病情上说就这么两大类。那么另外有寒热虚实，这个寒和热本来就属于阴阳啊，那么寒就寒性，热就热性的，是吧？像中医说这个热不一定得是这个温度高啊，红头胀脸啊，你像那个口苦口干，这都是一种热象啊。脉数也是表示有热，这是这个热也是太过呀，它也属于阳性。这个寒呢与这个相反，这寒就是寒性。他这人颜面苍白，这也是寒性，是吧？那么总而言之，现这种这个寒性的就为寒，现热性的就为热。在阴阳里头，他提出这么两个概念，用这个治疗上是很有关系的。他这两个寒热虽然属于阴阳，但是它是具一个特性，因为咱们阴阳它是一个极概括的，凡是太过的都属阳，凡是不及的都属阴。这个寒热呢，它是特性，它是局限于和寒和热这两种。所以我们说阴阳包括了寒热，它是概括的，但是寒热概括不了阴阳。所以疾病呢，没有不阴不阳的，可有不寒不热的。我们在临床上也是，这个人他没有寒热嘛，你还说的有什么寒热？但是阴阳不分，这个虚实也是一样。虚的古人是说的精啊，人的这个精气虚啊，就是人虚；实呢，就是病。古人说病气实，就是邪实。你像讲的太阳病，无汗脉浮紧啊，身疼痛，他这个在表证上说他是有实症，一点汗也不出。你看那个中风症呢，他就是虚症，就是自汗出，脉的也绕了啊。他那个实症，咱们讲有那么一段呢。所以太阳病啊，十一日啊，他那个表症还不解，吃了麻黄汤之后，发完目明，聚着鼻扭扭来解，所以然者阳气重。他说阳气重，重就是啊，老不出汗，他这个外边这个皮液层次太深，就是湿，就是表湿。什么湿呢？病湿，只是病湿。人虚啊，
所以那个徐劳那个徐，那是人的这个体力支持不了，也就是这个病啊还没去呢，人支持不了，就那个样子就叫做虚。人体力能支持，但是这个病性相当虚。你看当时杨元庆就是胃啊是大便不通啊，人瘦乎化宅女，这是李时珍。那么这个虚实也属于阴阳，什么阳的虚还是不及，实还是太过，也属于阴阳，它也是个特性。专就虚实这么一种阴阳来说，它分离虚实。这个虚实共寒热都附属在阴阳里头。可是那个寒热虚实这两类东西叫做错种互见。那么这个虚实常常的，我写上一篇东西，我说寒热有常，虚实无常。那什么意思呢？寒热有常啊，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寒就属阴，是热就属阳，永远不变。这个虚实无常什么意思？哎，它与寒热交叉互见的时候，它就是啊，随着寒热为阴为阳，它的自己啊就反起。这个我们说几个例子就有了。你比如说吧，生这个阳性病。热湿又热又湿，这是阳性症。可是热和虚在一起，虚的本来是也属阴的，它与热在一起，算作是虚热症还是阳症？这个虚随着这个热走了，所以虚实它无常。这个虚啊，要遇到这个。与热同时并见了，它这个虚就变成本来是属于阴的，它就为阳的，虚热症是阳性症。因为那个寒当然是阴症，寒症啊，在虚寒，这当然就是阴。可是呢，虚啊，我弄错了，寒，对了，寒配个虚，当然这是阴症。那么这个寒湿啊，这个湿。这个湿与热我们刚才说了当然是个阳症，这个湿与寒呢，这个湿就变成阴症了，寒湿症。咱们头前讲的寒湿解胸了，那你用不得一点这个凉药啊，那个也得用这个差不多的温下法子。咱们这个太阳肯定有寒湿解胸嘛，所以这个虚湿这两个东西，我们说虚症它属阴，实症应该属阳，但是实症与寒结合到一起，它反为一种阴症。这个虚与热结合一起而反为阳症，所以它是不常的。那么这样子在阴阳里头啊，就这么两个大类型啊，阴阳两类，所以这个它这个六阴啊，它只是阴阳转正，有阳湿症，有阳湿热症，也有一个阳虚热症，也有寡阳症，也不寒不热不虚不湿阳症，就五种。所以这个阴症里头呢，有阴寒症，有阴虚症。有阴虚寒症啊，有阴寒湿症，也有
不寒不虚啊，就是一般的印证。水都有五个，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变了阴阳了，还要细辨脾这套东西，辨这个寒热虚实。那么这六个呀，阴阳寒热虚实，我们统言之就是有阴阳，寒热虚实就统于阴阳。那么这六个都是病情，可是这个疾病的反应，他这个病情必须反映到病位上，他得有着落呀。你看那个人是寒热，哪一块寒哪一块热呀？他必须反映到病位上，反映到表，他说表热；反映到里，说里热；反映到半表半里，半表半里热啊。所以这种病情呢，必须反映到病位上。那么这个病位，你看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表，都有里，都有半表半里。你说这就是表症吗？他没有病情反应，没有症的反应，哪有？所以这个病位也必然得有病情反应，才有反应。那么这就很就是出了这个六经了，没有病位也没有病情，没有病情也没有病位。所以这个我们见到一个症，它同时就有两种，既有病位也有病情。你他这咱们讲这个八卦，他抽象的讲吧，那个病没有单独的那一种病。你看咱们讲这个六经，就是他都得有个病位，同时有这个阴阳两类的一个病情，因为这个寒热虚实同时在一个阴阳里头了。所以表有阴阳，里有阴阳，半表半里也有阴阳。那么表里半表半里有这么三个病位嘛，这个病就有阴阳两大类嘛。那么三乘二不等于六个，就是六个类型。这个六个类型啊，它就是天然的就存在，这是最基本的类型。所以咱们这个六经啊，我们根据这么个分析啊，就是表里半表半里各有阴阳两种病情，这东西它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那么这个我们说的六经啊，就是这个东西。可是古人呢，或者他那个时候他这么讲说讲是浅，必须找出个理由来。所以他说一个经络受邪，咱们这个书啊有这个口诀啊，太阳病就是太阳病发病，这个是大有问题的，这个咱们也不必多说它，和大家好好研究研究啊，这一研究就知道这个经啊，这个经络，这古人说的啊，大血管就是经，小血管就是络。那么这个经络发病是不是有这个有可能啊？这个值得研究啊。所以就是这个中医这个辨证啊，至于这个六经这个症候的发现，不外乎八卦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病位上反映病情，就是病症的形成。它必须有病位，同时有病情。这个病情概括言的阴阳两类，这个病位它是固定在这个表里半表外里，这个与人身体有关系。我们人身体认为这个疾病万变，在中医上呢，这个八纲啊，就是概括一切。这个六经也是，一切疾病它不属这个范围。所以咱们辨证啊，才能什么病都能辨。要假设出这个方位啊，那这个书咱们学它也是没用了，是吧？它不出这个方位，它为什么不出这个方位？
它就是人的外人的这个结构是相同的，疾病治完这个法令的原因不一样啊，病的种类不一样，法令的形式也不一样，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的反应，一般的反应。这个一般的反应怎么来的？嗯，就是咱们讲的说，这个也说了，这个柴胡弟说的，正邪纷争的，这是中医一个很好的认识，在《内经》上那也常提。这个人体呀，它不敢于这个疾病来让自己发展，它要对付疾病，它要对付疾病，这种斗争的形式它就反映出来了。我们讲的太阳病，我给分析这个太阳病，你根据这个症候一分析就知道，脉冲头向强重而怕冷。这个脉壁什么浮啊？这是很一个常识了。现在说，就是血管出血，这个感冒大家都得过，一得了这个血管都蹦起来了，是不是就出血了？怎么叫出血？就是血管也扩张了，那里头充分液体太多，所以头向强痛。他为什么敢头向强痛呢？他小牙子不，他不强痛，他就上半身特别出血。这个你看看这个啊，这个生理学就知道了。所以要出汗以前呢，他先血管扩张，然后啊，那里头这个体液呀，大量的输出到的外头来。然后啊，这一出汗，把这热也放出去了。那么我们这个太阳病就是这个充血达到一个相当程度，不但充血，同时里头也是携带有热。那么这个热呀，比平时特别的高了，在体表受热面提高，那么与外边这个差距，这个温度加大。那么反脚外边的冷刺激身上这个目分无寒的由热而起，那么头项这个地方不但充血的厉害，而且有压迫性的疼痛，就是僵痛了 啊。那么这个情形正是要出汗而不得出汗这种反应。为什么要出汗呢？就想要体表还是解除疾病。所以中医这个认识很好，全是正邪纷争啊。那么在人体有了疾病呢，那是最好的法子从汗腺开始。这个咱们作战一点，就是说外力作战的，影响不到里头啊。但是病沉重了，由体表解不了了。咱们讲那个上上位就是要退却，就是另有防线，所以这个血弱气尽骤离开的，咱们这个讲那个柴胡弟呢很好，邪气也弱，这个邪气啊不在体表斗争了，外面都来了。可是呢，二道防线也就是在这时候成立了，解于邪下。正邪纷争，解于泻下，它的半表半里这个部位，这个泻下的地方在这胸脯相间最主要，在这块斗，所以才往来寒热等等的这种你在那段讲的很好，在内经上也是，那个表证呢就是邪正交争于体表，那个内经说的很好啊。邪气交争于骨肉，那要得到汗出，这就是正盛邪气来了。我们这个太阳病呢，就在这么一个阶段上，想要汗出，达不到汗出，表解不了。所以古人呢，通过实践，在这个太阳病呢，以发汗为原则，正是恰好适应这个病理机制，所以它叫做咽阴疗法。
那么这个，这是我随便，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这是根据这个八章的分析，这个六经啊，这是自然而然的形成这么六个基本类型的。那么我们这个要这么一看呢，那么当今这个说就是八章辩证。这个太阳病，这是古人的看法啊。古人说太阳经受病，所以张仲景这个书啊，能据这个黄古尼就是进阶做这个嘉应经，他说的，他说论广昌也会受之间，他这个书是有标有蓝本的，不是自己创作的，人家创作不了这么证明、啊、他在他以前呢有一个唐杰经，在汉书上也的确有唐英说一引这的了，当然这还是无稽之谈了。中医这个它不是一个人做成的，它是一个从这个临床的一个实践中逐渐搞出来，当然有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不过在这个唐叶经那个时候，它这个概要都具备了。你像这个太这个六经明病啊，据我的想，这是在这个唐叶经上。那么张仲景呢，他的做这个书的时候啊，他是根据唐叶经。这个黄古尼这个人呢，他不只是对医学有修养，他是个历史学家，所以张仲景跟那个同进那个张什么学医啊。那都是黄甫尼说的，黄甫尼这个人很有考据，所以咱们这个书上这个序言呢，这是要不得的，他那个新本就没有了，这个序言是假的，你们这么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黄甫尼是近人，跟那个王子和差不多时间，这个书啊是王子和撰写的，假的有这个序言。那黄甫尼，那那序言明说是啊，专用《书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这一套东西是吧？那黄甫尼不会不尊重人家本人的序，说他是啊，从这个唐叶来的，唐叶经来的，他说他是这个论广唐叶为数之卷，可见这个黄甫尼那个时候没理性。这个事儿可能是南北朝那时候搞的，他那个书现在就没那个信儿了。咱们我这个本儿，这个旧本都有，所以这个序言呢，给你们影响最大。历代儒家呀，就根据这个《书问》啊，就把这个书整个的说张仲景这个书啊，在《内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是。认为这个是毫无关系。他这个六经你连与这个你们回头看看这个内经和这个六经与这不一样。他说是太阳阳明少阳都代表啊，可怕汗。他在啊三十天才入了脏腑啊，他说这阴病那可以下。那你这个书哪对，尤其这个他也不是先太阳后阳明再少阳啊，然后那个说的很妙了啊，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厥阴之后又反过来太阳，谁见到这个病了、啊、这不成了一个怪病吗？没有。所以那个六经他讲的必传，重点这个一开始讲的这个表里相传，就是学不一样。今天咱们这个就聊谈到这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八章六经这个关系，我这么几天讲你们听得乱七八糟的啊，讲我要写那么个东西啊，可以上去参考看一看，这个也通过这个书。那么我怎么搞的那个呢，就是根据这个书，这个书我认为它就是八章辩证啊，认为它这个你看看
三阳三阴篇，它就是阴阳两大类。同时在这个太阳病里头是阴阳表，外不解了，表不解了，都是他说的，根据这个说。那么少阳病、阳明病都下阴，那么后来阳明病也是阴阳两类，它同时讲调理半道半病。那么这个它这个六经，它不就是啊，阳之中之有表有里有半表半里，就是这个东西啊。根据就通过这个学，同时它也讲寒热虚实，整个八宫虚备。那么它各这六个类型呢，它古人辩证为什么他们不先变表半里？那个没法变，它必须得成型，有表有里才能够有。啊，外出堂有强壮而不寒。假设说说没有这个定位啊，你只是讲阳的怎么哪有那么多病啊？所以呢，必须有病型，有定位。既有病型，定位就是六个最基本了啊。那么从这啊，它是很细节。所以他的书啊，据我的观察，他说先有这个六个基本类型，这个类型也来自于八纲，就是八纲。在这个类型上是表里阴阳俱备，他再变寒热虚实，这书也确实这样，你们好好看看就是啊，再变寒热虚实，最后变到三症。所以我说这个仲景这个辩证的方法啊，就是辨六个类型，就是六经啊，再分析八纲，八纲你就分析寒热虚实就够了，这个表里阴阳都有了，然后再进一步辨方证，以至于治疗。他这个书，这个就是他这个书的一个体系。你这个掌握了。所以这个老毕以后讲也好讲，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那篇写这篇东西就跟着这个书，并没有什么。说这个书这么样子来说明了，在我以前还没有人这么说啊，都是秋申呢，是吧？这个秋申我认为是三钱，你看这个经络也是。这东西找不出来这么一个相当的证明，经络发病。这个不管我，这个反对这个事儿不是我，管我开，从我开始。这个荀台就说，所以仲景绝不是他那个说，不是荀经发病啊，说太阳经发病了，阳明经发病，绝不是。可是他没说这个所以然呢。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